成立于1977年，新加坡朝日化学及锡焊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值得信赖的高品质焊料产品制造商和分销商。直到今天，朝日依然不忘初衷，精益求精，坚持采用先进技术，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继续在多个领域成为行业引领者。这例如无铅焊料产品、印刷电子、可替代能源、半导体和可穿戴设备。新加坡朝日化学及锡焊制品有限公司的目标和愿景会继续在公司创立原则下获得推动，那就是公司致力于通过联通解决方案做出承诺，有所创造，并连接世界。朝日建立的高效和多功能生产设施分布于亚洲各地，以提供多样化产品。如今，朝日产品的分销遍布亚洲、欧洲、中东和美国。新加坡朝日化学和锡焊制品有限公司获得 ISO 9001和 ISO 14001认证，以确保公司对质量的不懈追求。除此之外，朝日也符合 ROHS 标准，为保护环境做出贡献。朝日品牌已经成为行业标准，并以超越国际产业要求的水准在全球获得认可。朝日致力于提供卓越产品和让客户满意，这当中的关键在于公司相信创新在这个数码化时代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朝日注重于通过研究和开发来保持卓越品质，并为客户伙伴研发新的创新产品。朝日把专业性和经验相结合，以推动涵盖人工智能和先进自动化的制造流程。在一个快速采用新型创新数码技术的世界里，朝日力求走在时代的前沿，为新想法提供智能解决方案。朝日致力于保持创新性和连通性，以为全球客户提供高品质产品。凭借具有竞争力的全球业务，公司正迅速成为为新型创新技术提供专业和可靠支持的引领者。朝日不会局限于此，未来更是如此。新加坡朝日，连接全球。